如果考试成绩好的话，还可以得到相应的奖学金。哦，这第一名有10块钱。哇，这么多钱！不要辜负三位老师对你的期望呀。好。这是新手村最受欢迎的一款游戏，叫无敌陀螺。无敌陀螺。首先得趴在这个地上。这样趴着。然后呢，不能用是这个脚来跺。啊，不能用脚。得用手来，这个手的动力来转圈。逼 boy 啊，都是。然后呢，有1分钟的时间，谁转的最多，那就谁获胜。哇，这会跳舞的占优势啊！你俩，你跟伟霆哥估计能比一比。那给同学们10分钟的练习时间吧。可以练一下是吧？第一名10个金币呢。我知道怎么玩了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的2号。好，我来数。哇，这个不太好转，其实。来，准备。好，准备，来。3、2、1，开始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就好惨烈呀、啊！好惨烈呀、啊！我反着转一下，这么辛苦，这跟岁数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没结束呢，13，停停，14个，哎，辛苦了，好，同学，我知道你心态崩了，你回去吧。我感觉我赚了100多个了，才14个。13，哎呦，腰没了是吧？腰椎顶住了。老师，腰坏了，我弃权。什么感受？可以，没关系。什么感受？弃权。健康最重要啊！来，鹏鹏。来，准备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哎，他转起来了！快！2、3，我擦，起火了已经。火柴人。黑旋风。哇！绷脚背耶、哎！加难度了，咋还？这个绝对有专业度啊，这个是。来，小腿肚子。快炫呀！五、冠军了。尽力了，已经吐血了。喂，120，救护车直接停在门口。15，好，停，到了。哇，你雇佣过来吧。太累。谢谢。你把自己点着了。什么感受？我15个。老师他翻白眼了，老师他吐白沫了，回来，来回来，不受这罪了，哥，回来哥。
算了，不送就算了。这金币我给你，我给你10个。同学，健康最重要啊！老师，他眼睛充血了。老师，他要晕。同学，我们提前结束吧，好不好？这有点危险了。同学，同学。老师把时间都给关了。好了，同学。怎么弄完眼睛形都变了？接下来蜘蛛美女。没事同学，这转的慢没事，主要是安全。行。哎呀，注意安全。哎呀，欣欣，不是这个项目。好，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欣姐，欣姐，咱不受这个罪，欣姐。哎，好，我知道了。燃起来了！就到这里吧。啊？行。哎呦，行，没事，同学，安全最重要啊。哎呦，行，没事。哎呦。好，请我们的毛豆小公主。哇，伟霆哥要看帅了，看眼神啊！开始，好，一、二、哇，我感受到风了。这个是我让你拿命搏的游戏，我的屁股还有一样好酸。好，同学你也歇会儿。OK， 右手往那边。好，我们恭喜我们的第一名。第一名是这个，22，对，他游戏王。对，22坐到我们的一号台上。第二名。第3名，4号。那怎么4号不太开心呢？咋了？4号咋了？怎么你也屁股疼啊？我两个都疼。是10个金币，拿好。谢谢。啊，又10个。哎呀，有钱的人就是会越来越有钱呢。有钱的人永远在更有钱的路上。对，你们，你已经那么有钱，你不要这么在乎荣誉了。就是贪，我这个人就是贪。你有50个吗？他绝对有了。过几天有了。说了，就他可能得把这岛买了。嗯。不远了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二轮啊。嗯。好。先折一个纸飞机。嗯。站到萝卜垫子上，介绍一下我的飞机叫什么名字、特点，然后有什么功能。扔进一次就进入下一轮，下一轮每人有3次扔的机会，比谁进的多，并分出1、2、3名。哇，哇，那很难啊，老师。行，我们就开始吧。不会特别出错的，我这个飞机名叫夕阳红。好。嗯，功能是飞过去。好。有什么特点吗？特点是红。来，3、2，开始跳跳、果然要站起来。
道就带着那个绿茶走。毛豆公主以她的性格当然是不放弃，对不对？她生气了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肯定爆笑。他拿着一根香蕉，然后就指着追着那个强盗说：“你把我的绿茶还给我！”我不还给你。强盗说：“你凭什么？你拿着根香蕉，你以为我就怕你吗？那根香蕉又不是枪。”那个公主说：“你试一下。”那个强盗说：“试就是，我不怕你。”咦？那个香蕉是发电的，把那个强盗电了，然后他把那个绿茶拿回来自己喝了，变回了毛豆公主。满分，满分，三级，三级，三级 ，yes。不，你为什么不叫毛豆王子，为什么叫毛豆公主呢？不能满，因为我睡的地方是一个公主的地方。我在下面睡的是一个公主，很厉害的公主房间。那个房间那个床是这么高的，我要爬上去，我这么高也睡不了。我那个床是这么高的，我要爬上去，然后它有个牌，写着“毛豆公主”四个字，所以我一睡，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我发觉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公主了。你第二天起来穿裙子了吗？穿啊！我起来的时候，本来我是穿着裤子的。我一醒来的时候，怎么变成那个裙子？然后我怕他再看到，我还躲在洗手间里面把裙子脱了换回我的裤子。我现在每天起来，我都是醒来就穿着裙子，我都要自己去换裤子。毛豆，哎，她叫毛豆公主，公主，毛豆小公主。我现在有的是金币，我还差权力，刚拿了20块金币。大亨啊，你又上哪儿去弄去了？他讲故事三级，他拿了10多个、20个金币。对，他为什么？我国语好啊，流利啊。那伟霆哥这张嘴是厉害的。想到了吗，姐？陈伟霆讲故事可以拿到3级。